拿大概五叶的海上叶，拿果汁机来搅碎以后，再掺水，再来搅，搅到越细就越好。然后再拿米拿来打碎，打成粉末，越细就越好。然后把刚才的海上叶来串起来，来搅均匀。这个就是王公菜，也叫木耳菜。这就是两条王公菜它的藤，然后我们来剪小片。拿果汁机把它搅碎掉，掺点水，
然后搅碎到完了，就把它掺去海桑叶和米里面。然后一起搅拌均匀，然后就这样子涂在脸上。When you call me, I'll be ready. Floating like a billion clouds. To get out of here. Waiting to touch the ground. Pack a suitcase full of broken nails. I'm drowning in a beer. Oh, I'll be ready when you call me over. I've been waiting for a while.然后涂在脸上，大概15分钟到半个小时。Everybody's watching, and I just can't get a break. I can hear them talking at their fancy dinners while I stumble on my way. And the lights are getting dimmer, and there's no one left to call. 这是过了15分钟。Come for me, yeah, I'll be ready.可以看到我一边脸比较白，一边脸比较黑，也比较肮脏，也比较油腻，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明显，我脸上也清洁很多，而且也不油腻，而且也白了一些，很明显的不一样啊，很明显的不一样，很明显看到这里皮肤比较白，比较亮，而且呢也非常清洁，你看这里也比较肮脏，这地方会比较肮脏，这地方会比较清洁。你只需要涂在脸上大概15分钟到半个小时来洗掉，过了15分钟或半个小时你再去摸你的脸上，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你一定会发现到你的脸非常的柔软，而且非常的细，而且也非常的滑。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给你的天然的面膜。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你的观赏，心马草药自然医学，下一期见。